啊，你好，我找一下人事部的李经理。哦，他已经不在人事了。啊，不在人事啦？嗯，走了。对，上吊了，去了上面。上吊？是啊，你有事就去上面找他吧，上面还有人呢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面试的。哦，面试的，姓名？啊，小贝。年龄？20多。20多？不像啊，多多少？18。出生地？医院。什么医院？我问你是哪里人？中国人。政治面貌？清白。清白？政治面貌怎能是清白呢？那该怎么说？你自己怎么面貌你不清楚吗？哦，我脸比较大，脸大。算了，你在上一家公司的年薪是多少？20万。哼，请你诚实。我已经诚实了。那你有获得过什么个人荣誉吗？当然有啊，买饮料时获得过再来一瓶。哎，米达，你别生气，我还有特长。特长？什么特长？我有优秀的组织和领导能力。具体说一下。我曾组织过多斯巴库。滚！